9月11日，邱淑贞大女儿沈月再次在社交平台上 po 出两张自己的自拍美照，还写道：好久没有更新了，这是最近。照片中沈月对镜甜笑，温柔大方，精致的五官遗传到了妈妈邱淑贞的美貌。沈月对着镜头露出甜甜的笑容，柠檬好吃点直爆灯，大大的眼睛，挺翘的鼻梁都非常吸睛，的确是360度无死角。不得不说，邱淑贞的基因真是太强大了。作为曾经的性感女神，邱淑贞哪怕已经吸引多年，但大家对她的喜爱程度依旧未减。如今邱淑贞除了偶尔出席一些活动外，几乎很少公开露面。不过已经是3个孩子妈妈的她，气质不减当年，美貌和身材依旧。据悉目前沈月已经开始涉足时尚圈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和妈妈一样进入演艺圈呢。作为邱淑贞的大女儿，沈月遗传到了妈妈所有的优点，不仅颜值高，身材也非常棒。